创设到了婚姻连续房集团以及婚龄增势中青会董事长之下，举办了一场盛大公益同乐会，除了邀请知名的甘露师傅做表演，现场更加有小朋友上爱卡通人物 Polly 来跟大家佚佗，同时做着公益，后面一位家长拢感觉这届活动实在真有意义。一看到家己上喜欢的卡通人物玻璃出现，小朋友也拢来到舞台前，对着伊跳起可爱的舞蹈，会当带着小朋友外出佚佗，更会当来做公益。家长们感觉这摆活动是真有意义。其实平常也没有关心其他的公益活动，然后正好有这个机会又一起来可以来玩这样子。但看到他们就平常都很喜欢看玻璃的卡通，看到就非常开心，刚刚也一起跟着跳舞这样子。我觉得这个活动就是蛮好的，可以做公益，然后又可以跟就是跟小朋友有一点互动，然后这可以增加一些亲子乐趣，然后对社会也很有帮助这样。来看玻璃哦。啊，很棒哦，谢谢，今天真的很棒啊，因为好不容易可以等到玻璃来到我们云林，然后真的是一个很棒，然后小朋友都很开心，谢谢，谢谢创世基金会。受到家庭的影响，创世基金会到了伊。在顶半年的公益善款也拢是减少真多，而且摆也真感谢有旭邦集团以及婚龄中心中青会共同的协助，才来促成这摆活动。玻璃其实是我们每个人小朋友的一个非常喜欢的一个卡通人物哦，那所以我们找玻璃来这样带来做这样的一个活动哦，我相信应该会吸引很多大朋友跟小朋友，或一些家长带小朋友来看参加这个活动，那顺便来替我们创世基金会来做一个公益。今天来带小朋友来看玻璃。然后很开心。今天看玻璃很开心。除了国最卡通人物玻璃，现场更受精彩拍甘露表演，父母及大人囡仔也拢是非常享受。这摆参加公益同乐会人数也来超过300人，创世基金会也真感谢有大家共同的参与。我们今天也是非常的开心，其实现场大朋友小朋友非常的多，大概我们现场目前估计有超过300位的一个小朋友跟大朋友，那所以其实这些家庭也蛮多的，所以今天天气非常的好，还有陆续进来的一些民众，我们也很开心。其实大家在公益的期间在防疫的期间都还不忘做公益，非常感谢大家。所以我们在现场今天呢现场还有很多的义卖品，大家可以一起做购买，然后我们的今天活动的所得全数要捐助所有植物人的安养经费。高雄活泼趣味演出，让所有家长小朋友也能生了非常欢喜，因为大家共同的帮忙，也才会当让这摆公益同乐会办了这么成功。记者江怡昌报道。